当中呢，我们请到了《我是证人》剧组，欢迎你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游戏呢，是抢枕头。好，来准备，绕圈。好，雅文，你们商量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他不让我说啊，不让说啊。维嘉，你们商量些什么？我刚打一半哈欠，你给我把话筒扔过来是几个意思？说吧，你们采访了，你们访问是骗谁？音乐起。二已经被抢到了，好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本来呢这一队是加给主持人队的，因为史上乌龙球这种事情呢听说过没有见过，但今天见到了啊，飞快的，你怎么那么快就找到，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二啊？啊，我看到了，因为比较二的人比较好找二。那我想问一下维嘉，你后面又扔了一些啊，不然的话就太复杂了哈。来，音乐二回来，对，二回来，好，算你们的，算你们的，好，现在来证人队一分了。在刘若琳那，一在那。抢啊抢啊，刘若琳抢回家的呀。拦他拦他，先要拦他。拦他。框里都到框里了，好，祝贺，来证人队得分，你们这无声的，哎，枕头拿回来，请注意，接下来会越来越复杂。我必须要说两句，海涛，你真的是个好人。当维嘉趴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如果在我身上那个人是你的话，我可能早就放弃了。维嘉怎么了？娜姐说，她一直认为这个游戏是各自为战，就是我们不是一队的。她以为她就代表她自己。天哪！我说她怎么在那薅我呢？使劲。来，音乐起。接下来将有无限的可能，就看哪一队抢到的组合多。八，
八八。是的啊、嗯，三和二不行啊，这里有一个组，三和五，这是后来的啊，刚才没在这边哈、啊，这边好，现在呢这个一比一平，我们最后一轮啊，最后一轮框里的不能抢啊，不也不可以坐框里哈、啊，坐框里还行，好，决战局，史上最激烈的争夺，到底谁会获胜？这一次的防守非常的重要，一一一，包里的。Oh no！ 不能讲，包里的不能讲。注意安全，那后面很多尖。暂停！来，给我！来，暂停！好，配合。各位听好，场上现在情况发生变化。现在的数字。现在换数字二，各位，这里一对。我的天哪，小鹿刚才一瞬间的动作一气呵成，简直太好了，好好玩啊哈，好好玩。海涛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和朱亚文刚才啊，血了。我经过刚才一轮的激战，只抢一个垫子的轻玩法勾起了大家的强烈兴趣，于是临时决定加赛一轮，采用只抢一个垫子的新游戏规则。不知道这样的改变能否给快乐家族带来一线生机，保住游戏王的颜面呢？七。
大家。